哈哈，哇，对面可以可以，哇，为什么？小雨小雨，来了，哈哈，你赶快弄一套自己的装备。对，我要弄一下。哦，又有人要来找你了。怎么又来了？我在跟他打，没事没事，不要了，他不会打架了，他不会打，都没有，不会打架。哎，水父母在哪？中间有三个，被拿走了，没有拿走了，又买了，又买了。哦，好好好的，好的好的。哎，拉弓了，有弓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对，我们也要弄一把附魔，附魔弓。啊，这没有，第二阶段了。对啊。嗯，现在还有几个没有铁拳装？我在我对面红死。挖别的。对面，杰克，你被发现了，拜拜。没关系，克拜拜拜，克拜克拜，可能是克拜。乱录乱录，喂喂，我又踩到他们陷阱了。哇，踩两个，你娘，一定要回来啊！你要什么？回到青金石，有种放八个，直接集八点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邪教仪式是不是？哎呀，这是防隐形用的。对啊，防隐形兵从防隐形从正面用的。都是靠这个啊，有一个过去喽，你就过去喽，哎，往铁矿走。什么？干什么？我后面，我拉。你有没看到你？哪里啊？要做铁吗？哎呦，跳在地上，你等一下，帽子还在做。帽子要多久？2000。可以，刚忘了把书给你。这好疗愈哦，可以在上面走。蜂蜜的书也可以，附很多的也可以。嗯，到时候铁砖就把它堆上去就好。我先挖个木头，自己做一下。尽量弄。额头，你在哪里？没了。为什么？都在我身上。给我一个。哦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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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给你，给你。不要。他刚刚他上一场背叛了我，不要了。背叛了。不背叛。我想说在附近放一个。所以现在附魔他有放出来吗？还是还没？还没。在小云呢？在小云呢？哦，好。避免被拿走。可以放出来一下吗？因为我刚离开那里，我先把他带走，太危险了。对，我想一想，我正在走路，然后假装自己很忙，装忙哎、欸，对，我在装忙，哎、欸，中间，哦、滑梯那边，哎，这怎么动啊？喂，哎、欸，好了，哎、欸、啊，等下他们挖地道是不是？哦，没有。哈基一个背后来，哦哦哦，哈基的背后什么？今天实况都超多人，哇，好想附魔是不是？我挖进去，全部人都在瞄准我，这么恐怖，他同时转头。我想到有一个 GIF， 是有一个拿刀的小丑跑进去拿枪了，对对对，吓死人！巧克力有没有摸过马桶盖啊？把门关起来，抱歉。哎，你们后面，路过，又来，拼算了，好。我们还有看看你抽多少。哎，弓箭，来了，有人爬山是不是？我也觉得我要去附魔了。没有人，有人在爬山回来，又要连点点。你没有直接。有人在守要不要放架？你在守，我在下一个进来了，更新一个连点的。那我拿回来放架里。什么东西放架里？有办法啊？我在设定，我不是侦测啊。你刚死了，在里面也有一个快速走。那要放家里吗？感觉很挤耶。对啊，家里面有点挤。哎，没回到，那还是放。没回到，没回到。小雨。嗨。放我们家地下室，不是我家里两个。如何？你说放空中吗？冲过来底下啊！我说放在底下啊，让大家附魔，顺便可以守下面。守下面，右下面，右下面。手为什么会在下面？你误会，手为什么放下面？可以放这里吗？哪里？下面吗？不行吧？放哪里？有脚架啊，有谁放在那边？放高一点。来，我们来个住宅改造王。等一下。这竟然会挡到头吧？来，这交给我。来，我真的下一次更新了。推下去了，快点推下去了。点点的地方，快点定掉。
连点是什么啊？就是滑手连点叠方块这种的，我下次跟他用凋零。他等下都跟你讲说我没有第一这么凶凶，他说我的手势就点那么快啊，凋零太快，凋死你们！叠太快。我们现在铁还缺吗？你为什么把它挖掉又放回去啊？不是，我在思考。可以再挖，可以再挖。啊，我都给你了，你盖一下。也可以换那个药水啊，所以你多挖没关系。对啊，你可以换换用。我一直以为那个连点是人质一点的。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不一定。有些是滑鼠聚集一点，滑鼠聚集或者其实不一定啊。好复杂，我很难受。怎么一挖就坏掉？这滑鼠侧面有个按钮，挖爆了一只。哦，连点器的。我这那个。聚集的、啊，我说、欸、你这下这是半格哦，哦是哦，这是半格哦，欸、有人要来取经吗？哦、所以取谁的取经可以来来，取经我来，有人要来下面取经吗？哇，下面取经，半斤我来取你的经了，他好兴奋哦，敢不敢啊？有牛排吃哎、欸。团这样拉一边呐、啊！你有牛排吗？我要有，我有，我有16个。我现在大家都受不了啦！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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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。繁星已经没有金了，你想干嘛呀？盖天桥哦！我这繁星被榨干了，需要一点啊？没有啊！欸、这个，反正那个连点的没过去了啊！被榨干。有一只蚊子在我的，我有很多，你在讲什么啊？超多，没有金被榨干，改的真好。这零点的很烦。我红石放大箱子里哦，要换剑士的自己去。好的。臭花粉，臭花粉，哈。臭花粉，还有吗？我想说家里怎么都没有那个合成台，就在你背后啊。那是我放的哦。家里有那个，又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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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个连点的，我过来，又来，又来，给你，又来了。都是同一个人哦。加少。跑跑跑。嗯。哎，我拿不进来。他在我们家上面哦。我们家上面，一直听到那个，有没有弓射他，射他就可以了。二楼，没有二楼，金矿，金矿，巧克力，说好了没有二楼，没有二楼，哇，他中毒啦，河豚，谢谢你啊，说好了不会有二楼，河豚帮你了，河豚帮你了，哇，他们盖一条天桥要一直来乱你的基因呢，给他睡下啊，哎，嗯。下来，总下来，不能有二楼。不会有二楼，射到了，他应该虚弱了。现在他剩五滴血，他剩五滴血，十二十二十二。注意，我有30等了，你们要付什么？赶快跟我说。弓稿子，锋利的，大家都有自己的意见。不同职业要不同东西。又有人来了，哎，这红石也太多了吧？我是矿工，不是铁匠。哎，干嘛？出来射他！有！矿工的副职业就是铁匠啊！哎呀，食物嘛，谢谢，感谢货源到了，背包神变，变什么？哎呀，你是真的觉得我没有防护？机会变真的太发次了啦！哦，粉丝，你要回来换新的吗？可以挖了，占领中间，占领中间，占中间，中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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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杰克我来，杰克我来，杰克我来。好，中间中间需要人，中间需要人。河豚他们，河豚他们了。我掉下去，我掉下去了。哎呦！挖到他好烦哦！有被河豚杀死了。我挖到，被毒蛇毒死了。对。为什么刚刚也？这红灯是 bug 还是我们正面在那边？因为他有那个漂浮。哦。漂浮的技能，麻烦。太多了吧。可以不要理他了啊！冷却，冷却了，冷却，冷却了。嗯，绿色这个。哎，撤了，撤了，撤，洋洋撤，没事。一个，再一个，跟着，跟着，跟着。啊，我们家上面还有那个人在。你换个剑，跟你换个剑。哦，你在敌人这里换剑，我们失败了。好，然后也只是一个封印。这里有一个，打不到，应该虚弱了。对，没事。小心，小心。谁来了？我打不到他哎。哎，劈死你！
哎，这个地方破盾，他破盾了，他破盾，他破盾了。是啦，那个路好崎岖哦，天啊！你说中间吗？别过去，别过去。哒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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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看我说老北偷袭，他超烦的。河豚也肿胀太久了吧？要等他消哎、欸，怎么能让他消啊？就怪怪的，我不知道怎么想啊。好像不能对耶。他肿很久了，怎么办？看一下医生。给他一点时间嘛，让他消肿。没有，刚刚我去中间占领了啊，回来发现他还是肿的。还是肿。小心小心哦，你一回来他就肿了。他一直在走天桥，没关系，他下来也是快死了，我一定打得赢他。你看，这样我又有那个可以拿，是不是？那跌下来了。是。又在连点，又在连点，又在连点。哪里啊？他是两滴，他是两滴。哪里啊？没看到人。这样子我举盾才不会弄到。谁摔死了、啊？是他吗？对、啊，摔死了。是他，是他。我听到家附近有人有死掉的声音。那个刚有人摔死。又来一个，又来一个，又来一个。就跟你讲，不会有二楼，你爬这么高没有用啦！掉下来，掉下来，掉下来，掉下来！哦，还要掉到那个没有用啦，下去啦，安心。拜拜，杰克，你把那个弓箭打掉吧。冲下，冲下！我想打。哎，为什么身上有？哦，没事。我没斧头。对，附魔台在楼下。好烦，又一个来喽。我把你铁弓拿走了。没有书吗？没有书柜吗？没有，所以有啊，可是在团身上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在我身上，在我身上，为什么？哦，团团，哦，团团哦，哦哦哦，给我摆在这里，给我摆到最高。哎、欸，那我是个乌龟，只是个乌。先听，小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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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后面效果。哎、欸，有青金石吗？来吧，中间，中间有青金石吗？在鸡，在中间。被埋起来，被埋起来了，我的。中间，那个间，先躲的，先鸡啊！啊，跟我讲话、啊。鸡过来，鸡还在跑，鸡还在跑，鸡。这小花，你跑太快了。因为你要站在这、哦。这是我的。啊。你可不可以站在这里、啊？我要守在这里、啊。写不多，还写不多。哦，好。让他看得到前面、啊。围起来比较好打。有人进来哦，正门。正门。鸡在快速移动。要方块把鸡堵起来，要两格高。他快死了，他快死了，他一定快死了。那好难走。要等他停下来。跑到他们家，跑到他们家。啊！一个都跑去对面啦。那个先打掉。那是鸡迷路啦，回来。哎、欸，谁有青金石？拜托。我有，我有，我有。鸡在哪？给我。没啊！这里越来越挤啊！啊！恶心呀！我好运，霉运还好。霉运。发光，发光。等一下，我重置他40秒。好运气好，我运气变差了，我运气变差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霉运会有挖矿没有东西耶、欸哦？我超晕眩才在挖矿。霉运嘛，霉运会那个，对吧、啊？观众回来了，我也是陨石观众。哎、欸，你们眼睛闭起来啊！有，或是我闭起来，你们哎、欸，他们进来，他们进来了，他们四个五个。天桥有一个，天桥有一个。我看不到东西，等一下。放一个铁簪。嗯，这是没事没事，铁针的声音，铁针放铁针，铁针没有。太晕了吧！小心小心，哈气小心。家里核心待多久才会降罪恶值啊？十秒降一点，蹲着十秒吧。要蹲着十秒，要用蹲的。超久的。对啊，我要蹲。什么时候两个人？刚刚结果，下次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巧克力，你要不要上来蹲？你现在那边有在倒数算吗？眼睛有。没有哎，你要上来上来，要到底约这一个。哎呦，赎罪中，这也太累了吧！对对对对对，团团，那要写赎罪哦。团团，对，我先赐予你这个，我再去拿。好，过来。神呐，我有罪。够了吧？我刚刚太累了，太累了，我想不想出了，不想出。啊，真的假的？死一次就变死了。换你换给别人用。真的，死一次比较快。你有谁想去挖核心吗？我想玩。好，可以你去，可以你去。好久哦。他还是肿的啊。他是不会消耗，这有一个问题，你肯定要把它弄一弄，把他肚子的水吐出来嘛。当面，还是我上去了，上去。当他消，谁要挖土？谁要挖土？我听到挖土声哎，谁要挖土？救命！不是我，谁有水桶？他又快死了。有人来挖土吗？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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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让他消气了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消气。我下去看一下，他消。有人在下面啊，有人在下面。他消了。
啊，这里有一个，这里有一个，哎，有一个下面。Hello，OK，就是哎我吗？哇，他直线呢，看到他的晃动了，直直的，看到，想走这么直，想走掉下来。哎呀，有我在，你还想偷挖？看到，有没有赎罪券啊？那边不，打雷劈。回家喽！他回去了，应该慢一点砍死他的哦。等一下，不要，他想留在家。游上来，可以空拳扁他之类的。是谁？哦，有了，哇！啊！打架！快点！冲！冲啊！我掉到他的洞了。所以他们血有扣很多吗？可他们在家里不就不会被雷了？他们会晕眩，很难打，还是会有晕眩效果，对不对？他们现在很强，他虚弱，哎，现在很强，可是我们如果很多人死掉会很惨，哈哈。对，直接死就死。刷一下复活的，不要讲那种不吉利的话。不要，不要轮流哦，不要一下全部哦。哎，那个连点，他又想要去家里了。他去家了，打错人，不是我。那个哎，你们打错人了。我在家，看一下，我在家，有雨月在家，雨月在家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哦，我不想出门了。哦，他真的好超多人在这里打，超混乱的啦，好混乱啊！你挖到死了吗？家里有了，再来了，没有挖到，没有挖到，不管了，我来，是啦，我来挖了，那个点点你来挖好，有点团河豚呐，哪里？哪里呀？河豚他们咬死啊！河豚不会咬人，陷阱呐，河豚不会咬人，不要乱讲，他是人啊，他只会戳了，这什么密道啊？他们都喜欢到处挖。你现在才发现那个密道吗？我偷到对面的附魔台，合理宝石可以。有隐形，旁边有个人，合理。